换太多了，超快。我发发错也不好意思，超快，超快，发错也不好意思。Thank you.
别人写。我们班的好多人。
二一队。看出场还能面带笑容。Come on.
Thank you.
去啊。我底牌，我把底牌，哎呦，好嘞。
年纪，我也是。Thank you.
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差一分，激烈哦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
Thank you.
条录像还没有。怎么讲？就是这个还行吗？我的朋友，我对于这种你的朋友太了解了，让我觉得很陌生。我的朋友，我感觉从上高中就上高中。我今天周五就打羽毛球，现在已经不想。直到碰到了你，啊，对，想起来打球，他没有跟你。你早就该碰到了。然后自己在这，他每周来。受不了，你这个对我来讲，我是球球肉。哎，刚才自己说了。真假的？但我好像换了你身体素质不是好吗？你俩没什么。我做一件事情，我不怎么。我当时我看德云的时候，也是他在一起，然后男朋友说：“哎，我看综艺，先等我看完再说吧。”就是因为我看综艺的时候，别人跟我聊天，我就没有办法去真假的，你要倒回去再看，你要再等一等。对，我一会儿一会儿停他，一会儿停他，说不到我。我觉得他们是理想，他有的问题跟你。
吧？那你俩还打吗？别打。怎么了？哎呦我去！那打可能还是谁打呀？我就是特别高兴，三打两回高兴，谁跑得最好？对呀。你怎么了？在拍照。我传的还不多吗？我今天说我传的都不多，我还不传。太糟脸了。我今天传。你咋不问男生哪个好看呢？你俩在这互相比什么？如果你没有资格跟男生的。
小刘。那我在想啊，这个这个他们是这个，他们这个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啊，我就想着这鞋子怎么屌。现在我都快吃完了呀，你快吃！我爱吃泡面，我也吃。我也吃。受伤之后，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练不了。
在哪边健身？下面吗？还是？啊，在下面健身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就啊，然后哪个？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那个策略？那个？那个里面那个？你在那边住多久？啊，我之前还是纽约，我知道。之前在加州。感觉那边没有吃的。吃的。然后呢？我特意住了一个没有那么多食物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不利于健身。然后你就在后面那个超市里面买，回家自己做。哇，好球！球！扣篮了。好球！咱俩被坑了，咋办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操！还想文字？我操！给我想一个文案，帮我 P 完个照片。分享一个文案。快快快，帮我看看。不是想文案啊？嗯。想文案要问照片干嘛？看照片想文案。你的文案还需要看照片吗？赶紧的，帮我想想。来，给你。你翻翻网红 ins， 然后。哎呀，我不要。你给你停停。不，我这张王叔还搁这坐着，你等会看我朋友圈，背景还有你。不是我背景干，我干啥呀？我这现在坐着。现在最高级的装逼就是没有文案，直接发图，反正发那些文字也大家没有人看文字，都在看图。你说有什么意义吗？横扫区域。这个是我的球，这是我的球。别吧。家里的话，你找。
Oh,
打打去。是不是那张向你去走？不服输。那你把你的鞋脱了吧，光脚吧。你得防防他，你得给他点防守强度。他原来是跳远冠军，跳远冠军。谁？那他是亲妈队长，不是亲你队长。直接他妈了。